hello， 咁就欢迎大家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嘅第二节。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就按赞、订阅、留言啦，咁啊，俾 like 啦，咁啊，亦都口耳相传我哋节目俾你嘅朋友、同事啊、屋企人啦。咁目前我哋好需要大家嘅推送嘅，因为的而且确而家咧好多粤语界嘅 YouTube 咧嘅 YouTuber 都讲过，喂，而家好多时咧个收听率都系下跌。咁呢个情况咧，其实即系我哋都有发生嘅。咁同埋我哋之前啦，遭受呢个平台嘅重创啦，亦都深受呢、這个即系警告啊呢、這个问题啦。咁啊，唔止影响我哋收益嘅，亦都系当阵时系重挫我哋嗰个流量啊。咁所以有啲听众咧，而家咧你会发觉我哋啲节目啊，你订阅咗 YouTube 会自己帮你退订啊。咁你要揿多次订阅翻。咁同埋咧，亦都系啦，有能力嘅听众咧支持我同埋老师嘅 Patreon 啊，同埋 YouTube 嘅会员啦，亦都可以透过 QR code 啊支持我哋嘅制作团队啊。咁啊，目前咧咁啊，我哋系制作好多唔同嘅节目，亦都揾咗唔同嘅人上嚟咧帮手啊，因为佢哋会贴地反映到个情况啊。咁啊，大家咧，例如一家咧唔好错过，咁就系会有即系澳门嘅主持啦，去讲翻澳门啊呢几日发生嘅大事啊，咁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作一个咧即系叫做话啊，我哋上次普通话老师呢个案件嘅新进展啦。咁而家咧其实好悲哀一样嘢咧，喺澳门咧，咁你系要即系透过啦，系要系网上平台啦，甚至乎你发觉好多澳门消息系其他香港啊，其他嘅 KOL 佢哋讲咧，你才會聽到啊。咁你話自己作為澳門人咧，其實咧你得到嘅信息咧，我自己咁講啦，我就係活在元宇宙噶啦，我同現世接軌唔到嘅，因為我覺得我行出街咧，連呼吸一下我都覺得想死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只有咁講啦嚇，我從來由細到大未試過咧，有而家呢一刻咧咁嘅狀態啊。咁你講到明，其實我知噶啦，澳門都係冇容落我嘅地方噶啦。咁睇下。去到嚇，將啲國內嘅物業啊，嗰啲清一清一白白咧，搞曬啲手續咧，咁我就睇下邊度都好啦，咁去嚇退休啦嚇，安享晚年啦，就唔好喺澳門咧，即係過啲咁嘅生活啦。因為好似今日咁，你見到好多人去排隊，就係攞頭先啊，嗰個政府俾嗰、那個嗰、那個啊，有嗰個貝洛芬嗰個禮包同蓮花清瘟嘅禮包。咁唉，即係老實講，好似呢，你見到呢場景咧。唔知点讲啊，咁但系嗱，无论如何，头先讲到个疫情啦，咁嗰度过一段落啦，我自己澳门嗰啲嘢真系冇心机讲啦，咁但系咧，咁啊，我想讲我哋一位嘅好朋友啦，咁啊上过嚟同台长上次做节目咧，大受欢迎啊，就系大匪看天下嘅大匪哥咧，大家都听到佢喺节目讲啊，咁其实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咁佢喺病床上面咧。同大家做緊節目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我哋嘅聽眾，咁啊都可以過去俾個 like， 跟住咧同埋俾個留言啊，去支持下佢啦，祝佢咧就早日康復，咁就希望佢係可以啊翻嚟同大家做多啲節目，咁啊亦都阿大飛哥咧，佢喺即係病緊嘅情況咧，咁啊敬業熬業啊，咁仍然係即係喺病床度咧，咁啊評論啲世界嘅新聞啦，講一講啲局勢啦。咁大家咧真系要好好支持，因为咧嗱呢一啲嘅主持人咧，其实而家去到已经系做节目啊，同佢嘅生活系融为一谈啊，同埋咧去到你一啲嘅主持啦，即系我谂台长都有呢个感觉啦。其实你去做好多嘢，甚至乎喂你一黄标，你成节冇收益，但系点解都要去做咧？个原因系因为你唔想啊啲听众啊，即系叫做话听唔到声音，跟住失望，因为而家好多时呢啲评论人啊 KOL 咧，就系大家。生活上面啊嘅一個寄託啦，認唔認同啊，老師？做呢行就得閒死唔得閒病啦嚇。即係你收聽率有個慣性喺度噶嘛，你即係好驚，有時你都幾擔心噶。你譬如話唔做咁樣，會唔會啲觀眾遺忘咗你咧？嗱，我好坦白講，我有嘅。咁但係大飛哥當然唔係啦，即係佢一定係即係好專業嚇，好。即係中意做呢一啲咁嘅評論嚇，咁所以佢喺嗰個病床上邊咧，佢都繼續同大家嚇做節目。咁呢種咁嘅做法咧，即係我諗其他嘅做評論嘅都要即係學習咯嚇。我過過病假㗎嚇，呢度辛苦你，我過咗三日病假，咁我就會覺得就係。即係大家未必想聽到我把好謝嘅聲音，咁所以咧就阿大肥啊，即係早啲嘅休養好嚇，咁應該即係早日同大家即係
再次嚇好健康地去做翻節目嚇。咁雖然而家都做節目，咁但係咧一定咧就個狀態未必好似平時咁好啦嚇。咁大家就體諒下。咁至於今節咧，我哋就要講講嗰個國際新聞啦。國際新聞個變化都好大嘅嚇。咁但係咧，我就想講翻嗰個琴日我哋提到嗰、那個即係、就是、中印邊境嗰個衝突啦嚇。咁嗱，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邊，我都要講翻少少歷史嘅細節嘅，但我想講講就係、是，即係大家最大疑問就係話咧，即係點解喺今次由2020年嗰個嘅即係衝突入邊咧，嗰、那個即係雙方都仲係用緊即係呢個冷兵器嚇，唔係射下飛彈啊，甚至核彈咁樣咧，咁當然大家都唔想話射核彈，咁但係。喂，做個樣都好嘛，係咪啊？喂，如果你話印度同巴基斯坦就神早開咗拖噶啦，呢啲就真係同你開拖。克扎米爾嗰度，我哋即係好多年前我去嗰、那個馬尼拉個反戰嗰、那個會議上面都撞到佢哋好多啲克扎米爾啲嘅。咁嗰邊又係打到九彩嘅之前嚇。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嗰陣時喺印度同埋即係佢哋分裂嘅時候，咁我講交個小背景。咁咧就係喺呢個大戰之後啦，第四大戰之後咧，就印度就要求獨立啦，由甘地係率領嘅一個即係、就是、和平抗爭嘅運動咧，佢哋就要係爭取獨立。咁大家唔想重温呢段歷史，好簡單睇套戲就得噶啦，睇甘地套戲嚇，即係拍得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交代咗一啲嘅歷史嘅背景啦嚇。咁而家咧即係去講翻呢件事嘅時候咧，就係、是。話咧呢個當其時英國嘅最後一個印督就係蒙巴頓勳爵咧，就搞得一塌糊塗。咁我諗正珠歷史亦都係噶啦啊。咁點解我今日無常係講蒙巴頓咧？就因為咧最近即係我好中意睇嗰套嘅電視劇《The Crown》咧，其實入邊佢有呢個角色嘅嚇。咁啊不斷喺嗰個皇室入邊咧就即係做出一啲嘅行為啦，令到皇室部分嘅成員都困擾。咁但係咧，佢同阿菲利親王嗰個關係相當之好嘅，即係等於佢教父嚇，點樣去適應嗰個皇室嘅生活啊？佢自己亦都有一定嘅野心，甚至而家嘅查理士三世咧，亦都視佢為一個即係好重要嘅長輩嘅。咁但係當年咧，即係英國佢去即係知道明知道印度一定獨立㗎啦，冇計㗎啦，即係因為你以英國咁少嘅軍隊咧。係冇可能控制到印度入邊咁大規模、咁大龐大嘅人口。咁喺之前就用呢、這個嚇，即係分而治之呢、這個。咁但係去到第四日戰爭就唔得啦，尤其是即係、就是、甘地有一個相當之大、強大一個好強嘅號召力噶嘛。咁佢同英國對抗嘅時候咧，英國即係如果真係用一啲好高壓措施咧，其實反而會令到自己咧係受到好大嘅挑戰嚇。咁但係派蒙巴頓勳爵係諗住當其時咧就可以嚇，即係控制到個場面，但係結果控制唔到，佢自己亦都即係駕馭唔到印度個局勢，甚至傳出佢咧佢自己本身係同性戀嘅，同個老婆咧就基本上係馬合神離，而佢老婆咧勾佬之餘咧，更加竟然勾咗呢個即係印度嘅後來嘅呢個總統啊尼克魯。咁呢單嘢咧就我諗正史就唔會點講噶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而家喺嗰個歷史上個判斷咧就係、是。由於佢當期要處理唔好嗰個印度入邊宗教嗰個矛盾，就導致印度教同埋呢個伊斯蘭教咧喺一座發生好嚴重嘅衝突，就變咗導致到咧就喺嗰個嘅即係獨立之後咧，印度出現咗大規模嘅宗教嘅衝突，而死咗好多人嚇。咁結果就分裂成為印度同埋呢個巴基斯坦同埋東巴基斯坦。咁東巴基斯坦就後來嘅而家嘅孟加拉嚇。咁呢段歷史點影響而家咧？就係即係喺1963年嘅時候咧，即係中印亦都因為嗰個嘅邊境嘅衝突咧，而發生戰爭嘅。咁表面上就係一個嘅邊界嘅衝突啦，因為個劃界咧一路喺嗰個地方咧，咁即係呢啲鳥無人煙啦，喜馬拉雅山呢啲冇人去噶嘛，邊個走劃界咧？咁你估都唔估到係英國佬嚇？英國佬嘅探險家就嗰度劃咗條所謂個麥馬漢線，咁但係中國就唔承認。印度就想承認，但係咧就為你承認之餘，你要即係有足夠兵力。咁我哋打過一場仗嘅嚇，好快。咁啊，唔好理輸贏都好啦，就中國話中國贏，印度話印度贏。咁但係中國喺嗰個邊境，即係
即係印度聲稱嗰、那個，即係中國自己聲稱嗰個邊境度咧，褪後咗一部分嘅嚇。咁呢個問題咧一路都冇發酵啦嚇，咁但係到近年咧就發酵。咁後邊嗰個原因咧就即係當其時毛澤東毛主席有講法嘅，佢話實際上咧即係喺1962年嗰場戰爭唔係為咗中印嘅邊境，印度方面係想得到呢個西藏嘅想控制西藏。咁文化上咧，其實西藏都受幾大，即係幾受到呢個印度影響。咁但係即係個領個疆土嘅領域上就係一定係中國噶啦。咁戰略上就好緊要，因為喺西藏嗰邊入邊有三條即係河流嘅源頭喺度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對於中國嚟講，呢個係好重要嘅戰略嘅位置。但係佢就成日覺得咧，即係西印度收留咗呢個大喇嘛啊，亦都喺嗰個西藏嘅問題上面有出個聲。咁於是乎咧，佢覺得咧就係成件事本身咧，其實喺印度方面咧，就係想係繼續影響咗西藏啊。咁我哋就唔需要深究嗰個即係係咪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個客觀效果咧就係中國同印度之間咧，就即係喺個邊境上面咧發生個衝突。咁就即係跟住理論上咧就相安無事，因為嗰度實際上唔係有啲咩好。即係重要嘅戰略嘅位置啊！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嗰度長期咧，特別到而家你天氣非常非常之凍噶嘛。我成日講啊，嗰次打完我唯一可以打嘅就九月咯嚇，因為嗰陣夏天，其他時間都唔係好適。咁但係而家咧就發生咗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大家喺嗰、那個即係哨站嗰度啊，就出現咗就係、是、喂你越境喎、啊，咁但係條邊境大家唔承認噶嘛嚇，咁啊得閒就行過嚟，咁行過嚟跟住走翻過去咁。結果有時咪開下拖咯嚇，咁最重要的問題就係開咗拖之後點解咪即係升級嚇，或者而家打拳頭交，點解二十一世紀仲即係搞呢嘢？呢兩個唔係即係非洲國家嚟噶嘛，啊兩個都軍事大國嚟噶嘛，兩個都人口多噶嘛，一個佔第一位，一個佔第二位。2023年就印度佔第一位噶啦，跟住中國佔第二位，而家暫時就係印度中國佔第一位，印度佔第二，咁打起上嚟都即係一定世界矚目噶啦嚇。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喺我哋個作為一個即係中國嘅老百姓咧，咁去睇就話咧，嗱，如果你去即係話啊要收復台灣，咁你咁多年冇打仗，咁都你測試唔到嗰個解放軍個真實實力噶嘛？雖然嗰度就唔係打水戰，咁但係打一場小型嘅勝仗，係咪都即係足以令到你啊可以即係震攝到台灣咧？就反而好過你而家。即係去派嗰啲嘅咩千十幾啊嗰啲走去越過條中線㗎啦，嗰啲已經習以為常啊，即係唔覺得有啲咩好大嘅一個威脅啦。咁反而你攞一兩個嚇、啊，即係呢啲即係易 check 嘅 check 低咗先嚇。咁、啊、我覺得第一個係菲律賓啦嚇、啊，菲律賓好易 check 嘅。第二個咪印度咯嚇，佢、啊、都唔敢還拖㗎。咁但係奈何咧，就係2020年嗰次打完之後咧，我又大家又最奇怪，今次打完而家有片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咧，個片本身咧就印度嗰邊提供嘅，就唔係中國。中國好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唔知點解都係冇暫時未出聲啦。可能我哋講完之後，今晚或者聽日佢哋就會評論呢件事啦。反正外交部都會即係有人問嘅。咁印度就即係哇，又報紙又講嚇啊，呢啲官員又講。咁我話咧就佢哋輕傷嚟啫，打傷咗啫。咁至於話中國方面咧，佢哋咧就唔去做，即係去升級嘅原因，我相信佢哋自己有個懷疑嘅，就係第一樣嘢，當地嗰個駐嘅地嗰個地方嘅解放軍嗰個數量唔係好夠啊，即係未足以打一場好穩陣嘅勝，即係嘅戰爭。咁你就搏啦，喂，點解唔派多啲？事實上咧，如果喺2020年嗰陣時係傳過咧，即係我諗有一啲比較我哋比較確切資料係傳過一啲物資，例如血漿同埋武器上去嘅。咁但係搞一下就費事啦啊！即係反正大家都冇乜意思啦。咁但係今次又點解會係咁樣咧？嚇、啊，個武器方面嚇、啊、就應該都好優良噶啦嚇。咁、啊、但係可能兵種方面咧。喂，你唔係話求其一個兵種，你喂求其叫幾個師上去就搞掂？喂，你未必適應到個氣候，亦都未必適應到個地形，係咪？可能印度嘅軍即係嗰啲嘅部隊喺嗰邊熟個地形，熟個解放軍嘅。其次就係咩咧？上一次嗰個衝突，喂，發覺啲武器喂有少少流喎，
或者裝甲俾俾子彈射穿喎。咁呢兩年有冇改善到咧？照計應該有嘅喎，照計應該有嘅。所以我就同呢個判斷咧，就係、可能呢兩年原來冇乜進展，冇乜實質進展喺呢個問題上邊。所有嘅資源，軍事嘅資源都用喺呢個華東方面，即係或者華中嚇，即係呢個台灣海峽方面或者南中國海。結果咧，你就即係喺呢個西南邊嗰邊咧，就比較難處理嚇。咁我即係睇嗰個歷史嘅問題咧，中國成日處理嗰個即係邊患咧，從來都唔喺東南嘅嚇，因為東南嗰邊即係個個都水皮過你噶啦，係咪啊嚇？咩越南啊嚇，咩緬甸啊，甚至再落少少馬來西亞嗰啲菲律賓嗰啲，全部都唔係你嘅手腳嚟噶嘛，一路都睇佢哋唔起噶嘛嚇。是近代唯一一次就即係1979年同呢個越南打過咯嚇，咁係咁多。咁以前都同越南打過嘅，就漢朝嗰陣時候啊，就嗰陣時伏波將軍馬援都即係嗱，大家聽唔好聽錯，馬雲啊，係馬援嚇，伏波將軍嚇，佢有一句説話好，即係都有馬男兒當馬革裹屍而歸，即係一個男人應該點死法咧？就係、是、哦，即係馬拖住條屍翻嚟咯，咁。就因為你戰場戰死咯，走過喺廚房嘔死咯嚇。咁啊，佢係嗰陣時打越南嘅嚇，就可能嗰陣時越南都唔係而家呢種咁嘅即係國家狀態啦嚇。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喺歷史上，其實中國唔係好即係重視啦。中國邊患從來都係嚟自北方噶嘛啊，頂多至到呢個明朝嘅時候，打下呢個倭寇嚇。咁但係嗰個都唔係一啲即係真真正影響到成個嘅即係政局嘅情況啦嚇。咁但係你其他唔係個匈奴啦、蒙古啦咁樣，咁所以嗰個一路嗰個部署都唔喺呢邊嘅。咁所以你話打場喺印度嗰度，即係當年，只不過仗著咧呢個解放軍喺呢個國共內戰之後，個戰鬥力仍然相當強嘅情況之下咧，可以打一場仗。但係事隔咁多年咧，喺嗰個地方咧。基本上冇再動武嘅念頭，但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個人嚟講，因為咧即係中國解放軍咧，即係經歷過1979年以嚟咧，佢去嗰個和平太耐啦，佢而家你講到武器幾精良，但係如果一日你都未 test 過，你未打過嘅，其實好難講嗰個統籌啦、配合啦、通訊啦、管理啦，全部呢啲係未知數嚟噶嘛。你要打過你先知道，喂呢啲水平去到邊度？咁1979年嗰陣咪打過咪知咯。哦，原來咧你冇打得耐咧，你以為人哋都係咁打法，原來你唔係，人哋有夜視鏡係美軍留咗落嚟嘅，你打個穿插俾人打到即係內有開花，咁你先知啊嘛，咁你先知道先啊，你先可以改良啊嘛。但係好尷尬嘅地方就係、是，喂，如果你打一次打得唔好，或者嚴重啲輸咗。喂，咁跟住台灣就有恃無恐噶啦嘛，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即係解釋到咧，點解今次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即係仲維持喺一個拳頭交方面。咁我諗印度方面都係嘅，印度方面佢亦都喂專注經濟建設啦，而家喂經濟咁發展咁快係咪啊嚇？咁何犯不著要走去同你打一鋪大噶啦係咪啊？但都即係日後喂當佢有一定嘅野心嘅時候。咁又未必同講法噶咯，係咪啊嚇？咁甚至你可以咁諗喎，如果佢聯手啊同美國嚇一齊走去即係去制華嘅時候，咁你已經俾人圍堵噶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即係北京嘅外交智囊啦，或者即係軍事智囊咧，其實應該即係諗一條好橋俾呢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啊。咁我呢度係整一條好橋俾佢。喂，咁啦嗱，你嘅敵人嘅朋友。就唔係你嘅敵人嘅敵人就係你嘅朋友啊！我哋琴日有即係討論過呢個恩格斯啊軍事辯證法噶嘛啊！咁你嘅印度嘅敵人就是巴基斯坦咯，咁你梗係要冧掂呢個巴基斯坦啦！巴基斯坦有核彈噶嘛，係咪啊？咁你又揾巴基斯坦搞 Q 印度咯，係咪啊？最好就即係又打場仗咁樣啊！希望印度嗰邊冇朋友聽到呢段嘢，如果唔係即係比較麻煩少少。咁但係喂呢啲就梗係㗎啦，毛主席以前都教過㗎嘛，遠交近攻㗎嘛，係咪啊？你喺側邊嗰啲你打佢啊，遠嗰啲就即係同佢 friend 嚇。咁你印度喺側邊㗎，咁啊打佢咯。但係只不過就係中國從來咧由歷史至今咧嗰個兵種嗰、那個即係。就是
比較熟悉的情況咧，都係喺北邊，從來都係北邊。咁結果就導致而家呢個情況。咁我覺得而家呢個成個嗰、那個即係思路咧，要開始改變嘅啦。南海啊，中國嘅海軍啊，即係而家嚇呢個航母艦就越嚟越多啦嚇，遲啲可能幾即係有十幾隻噶啦。咁啊，再加埋咩核子潛艇啊咁樣成咧，其實咧就呢個南海嗰邊咧係真係可以即係去打一打嘅嚇。咁你如果你唔打印度，咪打個菲律賓咯，係咪啊？即係咁以嚇同佢即係嚇喺嗰個咩島嶼黃岩島嗰度打一打，咁啊睇一睇自己個實力咯，係咪啊？咁千祈唔好菲律賓打唔掂，菲律賓打唔掂就真係好樣衰喎，係咪啊？嚇！好啦，嗱，講呢個問題點解用呢個引子咧？就因為咧今日兩張報紙咧，老師啊，係請講。我就啱啱睇咗啊，嗱，其實咧條片咧印度嗰度咧。就係、是、個亞洲自由時報嗰度流咗出嚟啊！咁樣咧，喂，你有冇發覺咧？喂，嗰啲印度佬啊，啲印度傻逼咧！喂，你叫阿叉啦，唉，點解咁驚啊？我學緊阿拉伯話噶，所以咧嗱，咁啊，而家咧阿斯圖文俊咧，阿拉伯點叫咧？斯圖傻逼，咁跟住啊，嗰啲啊印度傻逼，嗰啲印度傻逼，你冇睇到佢拎啲咩架餐税平啊？係，佢攞樹枝。跟住另外話有一啲人咧，喂大佬啊，喂，即係我想講喂咩事啊？喂你軍隊嚟嘅喎，點解你好似啲街坊打交咁樣？咁仲有喎、啊，你有冇睇到嗰啲即係偉大嘅解放軍啊同志啊？喂大佬，你做乜嘢縮埋一嚿啊？佢攞樹枝剝你，你俾佢俾人剝地鼠咁柒樣。喂你衰平佢啊嘛？喂你個龍牙棒啊你俾阿司徒文俊喺度。开咗拖好耐啦，喂你唔用呢个唔经式打法啊，仲有、啊、最紧要我要严厉谴责，点解你唔攞本中国护照出嚟啊？你攞出嚟啊嘛，喂你睇下咩嚟嘅？喂，嗰对面嗰班友啲树枝啊咩摆低啊，净跪喺度拜啦、啊、投降啦、啊，点解唔国际常识唔经都讲过啦？敌我交战双方任何情况之下攞出你嘅护照，佢可以保你一命噶嘛？即系嗱，我坦白讲。我懷疑啊呢條片啊，我懷疑入面嗰啲解放軍咧係印度啲人扮嘅。呢條片咧，我覺得都係噶啦，我覺得都係噶啦，係假噶，根本冇可能噶。你同我哋講解放軍咁威猛，你平時見到佢而家拎住打鳩佢啲彈挑咧，平時攞嚟做咩啊？上二樓嘅啫嘛。喂，你冇睇過解放軍表演咧？攞條彈挑插喺度，唔使行樓梯噶，揈撚咗上去咯。喂，仲有喎、啊。去到而家呢個環境，喂，你有冇睇到？喂，點解會成班攆埋一堆，俾人撳柒都拗啊？喂，你出嚟行江湖大忌啊嘛！你俾人打嘅時候，嗱，你咁樣嘅，你而家先去諗一諗啊！嗰度氣壓幾高先，大佬，你上到去有高山症噶？點會咧？我哋解放軍唔會嘅，冇可能。唔係，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即係你喂大佬要長期喺嗰度先得噶嘛，即係你啱啱上去就有少 wing wing 地嘅大佬，真係。喂，嗰班係咪群演嚟㗎？即係平時你見到可能係。咁但係嗱，快少少啦，我要解釋下俾你聽，點解大家打拳頭交咧？好簡單，唔想打死人啊嘛，大佬。你唔明啊？嗱，唔係因為嗱，我真係諗啦，你發覺咦冇戰爭機器喎，冇坦克啊，冇裝甲車，跟住冇槍喎，咁係咪冇會就係話有啲咩時候我啲細路仔打下交啫，冇嘢嘅，係咪就係諗住咁樣撒咗去咧？喂，但係你唔覺得你呢啲場面咧有失國威啊？你有冇見過英軍、美軍會即係攞啲樹枝咁樣同人撩嚟撩去啊？所以今日冇片住咯，咁簡單啫嘛。哦，如果威嘅就。威嘅就神早俾你睇咗片啦，咁而家未威住啊嘛。啊，真係，我覺得過分啊！遲啲拍嗰啲電視劇咧，唔好手撕日本鬼子啦，手撕印度阿三，跟住咧另外咧講嗰啲咩啊？抗呢個印度阿三嘅英雄啊！唉，攞個手榴彈走嚟炸死佢成個女啊！應該要拍呢啲片啊，係咪咧？係時候。咁係，即係嗰啲抗日神劇應該出翻翻嚟啦。我新抱你，我好中意睇嗰啲片嘅，哇！真係。尤其是啲抗日嘅美女吓，个个着晒比基尼啊，即系嗰时啊，老师啊，你记唔记得我经典情节咧？好紧要噶，佢讲个美女识有啲日本人，跟住喺个身体重要部位度。哎，你讲下，你用学术嘅角度讲下嗰啖嘢，真系嗰次我记得好似有手榴弹嘅嘛，好似系咪有手榴弹？系啊，唔系佢将个炸药收藏喺体内。
攝喺體內啊嘛。係啊，跟住我去到咧，識有啲日本軍官，佢仲要啊，跟住去到除衫嘅時候咧，跟住對住日本軍官講：抄連媽個 B， 跟住砰爆炸，成個軍營炸咗。哇，慷慨就義啊！真喂，其實好睇過 Marvel 啊，你覺唔覺？好睇，好睇喎！即係呢啲神劇嚟㗎，係咪？咁但係咧，就我嫌咧，就嗰、那個。即係暴露嘅成分咧，都係稍微係比較保守咗少少。如果更加即係香豔咧，咁啊更加好睇啦嚇。誒、哎，阿范冰冰拍拍呢個宮廷戲，不過咁樣嗱，即係你識有日本人就好熱，就 OK 啦。嗱，你千祈唔好識有印度人啦。我覺得反胃噶都 OK。喂喂，唔係啊，阿台長啊，你唔記得印度人最興咩咩？嗱，喺一個咧，你記唔記得以前咧有個僆仔嚇？叫唔知司馬光嘅掟鳩爛個缸，跟住救人啊嘛！文言博啊，你真係大佬，你唔好亂拋書包。咁跟住咧，嗱你就揾個鵪，跟住揾條女抖音嗰啲扭嚟扭去嗰啲，跟住慢慢升上嚟喺度扭，咁啊咁咪好睇咯個畫面係咪啊？都唔識拍電影嘅屌！好繼續講鬥電影好啦，真實嗰個場景就繼續打拳頭交啦，唔該你哋啊！真實嘅，我淨係一個燈神都就死你啦，吳家產。唔係，我覺得你應該去幫拖噶啦，呢一鑊真係。唔該，哎呀，哎呀，你講乜嘢？你喂，以你嘅身手拖十零條友過去都即係咩啦？邊度嚟啊？邊度嚟啊？十零條友嗱，唔好講咁多啊！嗱，做嗱呢啲嘢咧，老實講有大。大食大啊！仲有你係長輩啊，你係老師嚟噶嘛？梗係你先行啦。唔係我睇你打得噶啦，我睇你打得，我已經知道你得噶啦。OK， 好啦，唔好浪費時間啦。嗱，即係點解我攞呢個開頭咧？就是、因為今日明報同埋星島咧做咗好大篇幅啊，尤其係明報做咗全版嘅國際版，就是、日本咧就會部署一個嘅兵力啦，2023年開始啊。咁啊，嗰個係沿住喺嗰個日本海嗰邊噶啦，即係佢由嗰個宮古島嗰邊啦嚇，即係甚至我睇到嗰個圖咧，我覺得好有新印象一佢去到與那國嗰邊。咁與那國係咩咧？與那國嗰度已經差唔多，佢嗰個位置咧，一定係如果台灣嗰邊過去咧，係近過日本本土過去嘅。咁啊，嗰度就係部署埋，應該係導彈啦嚇，咁甚至潛艇部隊都應該有噶啦。咁係即係我哋封殺呢個嘅中國嘅呢啲嘅艦隊同埋潛艇啦嚇。咁但係佢最重要講過咧，就係佢而家呢個咁嘅即係成個嘅防衛計劃咧，就喺稍後咧就我哋民雄咧就會係提交個國會就去通過啦嚇。咁我覺得通過機會相對高嘅。咁佢最重要其中一條條款就係咩咧？就係佢可以還擊即係敵方嘅導彈基地。咁我諗，如果講而家潛在敵方，一定係中國大陸噶啦嚇。咁呢個我相信都，即使喺北京入邊嘅智囊都應該成，都會肯定呢樣嘢嘅。咁呢個意味係咩咧？嗱，佢而家未講到有先發制人呢樣嘢嘅嚇，因為咧，即係日本到依家都未修改嗰個和平憲法啦嚇，咁都仲係佢係自衛隊嚇，就未係一個正式嘅軍隊。咁但係好多嘅即係行為咧。都已經同一個正式的軍隊咧，都唔相差太遠嘅。咁佢而家話，如果對方嚇即係如果進入一個交戰嘅狀態，佢會還擊嗰個嘅即係導彈基地嘅話咧，咁換言之就係佢而家唔會主動攻擊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但係導彈基地應該喺中國嘅本土度啦嚇，咁一定係啦。咁換言之就係如果日本認為佢受到一定嘅威脅，佢嘅領土。或者領海係被攻擊嘅話，佢會還擊就會去到對方嗰度，就唔係打喺自己本土嘅範圍喎。嚇，咁呢個分別就只即係我相信唔知日本嗰個和平憲法咧，即係需唔需要去界定呢樣嘢啊？嗱，咁啊憲法就可以你任你解釋嘅啫，係咪嚇？咁最主要睇美國佬嘅啫，美國佬話而家喂你要幫拖咯嚇，要落答咯呢下呢鋪咁。你日本仔冇得 say no 嘅喎，冇得 say no 嘅。咁另外一個我都即係稍微奇怪少少嘅就係咧，就應該係琴日咧就係嗰個嘅南京大屠殺嘅周年紀念啦。咁香港有嘅，咁但係咧，如果以往咧就國家主席啦或者重要官員咧都會去即係出席。咁但係蘇花嗱，我唔敢講實，即係起碼我喺報紙見唔到，我暫時嚇。咁如果係真係見唔到嘅話咧，咁呢個代表就係咦究竟？即係而家嗰個外交上面嗰、那個，即係同埋個戰略方、戰略個意圖方面，究竟係咪改變緊咧？
咁我哋唔知嘅，即係暫時都唔知嚇。咁但係起碼咧就嗰、那個美國同埋其他西方國家，以至包括埋日本，甚至可能包括埋印度，佢圍堵你呢個咁嘅狀態咧，係加劇緊嘅喎。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又宣布一件事，就是即美國會增加對那個中國機構的商業機構的制裁，其中一件事現在即這個英國的金融時報也有做的，我也貼了上去這個梁錦祥專頁那裡，就是呢他現在會制裁那個中國的晶片公司，啊，那這個又是一個很即大手筆的舉動啦，啊，即有人制裁那我覺得不出奇的，啊，但是其實是一路升級緊的，一路在那裡，即逢真的戰略性 的工業呢，第一件事，喂，不讓你買先啦，第一件事不讓你買先啦，第二件事，喂，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它更加令到你那個工業呢是落後的，啊，現在你將這個中國的晶片的公司列入那個即貿易的黑名單裡面，換言之就是那個不會是去提供一些技術給你啦，也不會跟你合作啦，也不會被你偷竅啦，是不是？那那個金融時報的講法就是說呢，在即可能今個禮拜之內就會宣布的了。那我去看這個東西，其實我就想對照回之前呢，譬如我們講到那個的戴登見到習近平之後，似乎真的解凍了。但是問題就是另外一邊，喂，佢去制裁嗰個中國嘅冇完全冇放鬆嘅跡象，所以大家唔好有一個即係幻想，就係喺拜登啊，佢會即係就嗰個關税嘅問題有冇放寬啦？佢就算即使而家美國個通脹啊，或者經濟嗰個即係情況唔係咁理想，但係佢照樣加息，係咪？照樣係維持嗰個嘅關税，甚至更加制裁你嗰個嘅即係嘅企業。咁我相信咧，即係佢嗰個部署咧，而家係一個戰略性嘅部署啊，嚇，而唔係一個純粹經濟上面嘅考慮。咁如果民主黨咧咁做啦，咁共和黨，我相信只有更加嚴厲，而唔會更加寬鬆咯，嚇。咁呢個係對即係對中國大陸嗰個經濟，以至咧就係嗰個嘅香港啊，亦都有一定嘅啟示喺度啦，嚇。咁呢個係話即係啟示咩？就係中國經濟幾難復甦嘅，嚇。因為美國不會放水給你，它繼續跟你加息，那你不夠錢，那慢慢很多東西呢，就是會叫捉襟見肘，啊，就是譬如外匯方面，啊，你買不到東西，啊，或者你繼續那個一帶一路你都麻煩的，為什麼呢？人家是不是收人民幣呢？那人家不是收人民幣的，人家收美金的，那你繼續是不是科水，啊，給這些國家？所以我覺得你要選擇的，現在開始你不要那些非洲那些無厘頭那些你又扔錢下去，抌錢喺邊啲地方咧？巴基斯坦你應該抌錢落去啦，啊，即係抌錢落去搞 Q 印度啊嘛，咁咪最好咯，係咪啊？咁但係你晶片嗰個樽頸咧，即係你一度都解決唔到咧。你就算話我哋琴日有講，你投資個一兆人民幣，一兆係咩概念？一萬億喎，一萬億人民幣咩概念啊？我真係完全你掌握唔到。喂，真係嗰度好多好多錢喎，咁你抌落去咩人度咧？你抌落去咩企業度咧？係咪啊？你可唔可以買 Q 曬呢個台灣啊嘅呢個嘅台積電咧？你買埋啊叫埋張忠謀過去啊，啊個老闆過去啊嘛，係咪啊？你唔得啊嘛。咁琴日我都有建議呢樣嘢，咁但係你發覺喂，你唔點啊？你要自主生產，咁你就要從頭嚟過啦。咁如果自主生產從頭嚟過，你係咪抌一萬億落去嗰個晶片度嘅企業度，你就可以解決到咧？咁唔係咯，應該係咩着手咧？嗱，又金石良言噶，唔好倒轉聽啊！就係咧，你應該從嗰個基礎嘅教育方面啊嘛，係咪啊？譬如話你嗰個即係大學入邊嘅理科、工科、工程科，你應該加強呢個啊嗰個嘅即係水平係咪啊？令到好似呢個即係美國咁多嘅不同嘅院校都百花齊放。事實上咧，當年咧呢個蘇聯在太空競賽初頭是領先的時候，金乃迪總統當他在1960年他上去的時候，即刻撥錢在美國起多一些高等教育中心、高等教育的機構，是不是資助他們多些人讀理科、讀工科，不要那麼多人讀文科，那你才搞定。
咁你而家唔係，喂，你淨係抌啲錢落去嗰啲嘅，誒邊間做晶片咯？哦，咁人哋制裁咪咁，咁跟住點咧？仲有第一節，可能我都講過啦，就係、是、個社會係需人才噶嘛。你而家喂呢啲大學生啊出嚟走去舉張白紙，咁跟住又失蹤。咁我相信入邊好多都唔係淨係唔係讀文科嘅，好多可能都係讀理科噶嘛，或者即係讀工科。咁佢哋將來就係、是。喂，如果你特俾機會佢哋去培養佢哋，佢哋都可以成為嗰個晶片嘅即係嘅企業嘅人才噶嘛？咁你而家係咪白費咗白白浪費咗呢啲即係將來可以發揚光大嘅一啲嘅機會咧？呢、這個係真係今時，即係我覺得啦，我覺得係即係忠言逆耳啦，苦口良藥啦，即係我就希望真係要聽聽嘅嚇。咁啊，至於話你而家嗰個即係對外政策。咁我覺得咧，即係係陷於一個危機嘅。個伊朗嗰度，嗱，而家有啲人就話：，喂，其實伊朗嗰度咧都觸犯咗國安法嘅喎，係咪啊？咁佢你而家係咪話？喂，點解你伊朗你又冇香港嗰啲人走去抗議咧？佢支持呢個咩嘅台獨嘅喎，係咪啊？佢支持即係香港嗰個咩反即係呢個逃犯條例嘅喎。喂，咁你而家咪拉 Q 佢先，係咪啊？佢報紙有寫㗎，我唔識睇嗰啲伊朗文啦，我唔知啊，波斯文你應該係波斯文啦，我唔知啊。咁但係如果話係真嘅話，應該提一提，你唔好淨係成日提 Google 啊。啊，點解突然間又唔提咧？唉，我覺得呢下嘢就真係即係比較即係疏忽少少。咁希望我哋有聽咧，就提醒翻啲藍絲啊。咁你就聽日咧啊，去呢個伊朗駐港領事館啊示威抗議啊，點解你哋走去即係嚇？去支持呢、這個即係香港嘅顏色革命初型咁樣係嘛？啊，特別係即係阿鄧炳強局長嚇、啊，你喺應該伊朗嘅問題上邊，你應該真係出下聲啊。OK， 咁最後我想講咧，就係美國而家係好 Q 奸嘅，即係佢咧一方面咧，佢圍堵中國啦，但係佢唔出手喎、啊，喂，佢揾啲馬仔搞你喎、啊，係咪啊嚇？咁對俄羅斯嗰邊亦都係啦。嗱、啊，今日嘅新消息就係咩咧？就係、是、拜登將會送呢、這個。外國者反導彈系統俾呢個烏克蘭，咁咧就好多時佢哋做新聞咧，佢哋寫到唔清楚外國者導飛彈，其實就唔係飛彈嚟嘅，佢真係飛彈咁，但係佢嘅作用咧就係我哋反導彈噶嘛，即係呢個俄羅斯射嗰啲咩無整嗰啲無人機啊，整嗰啲飛即係導彈過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烏克蘭就根本就全全無招架之力。咁啊，俾人射到而家全國停電。咁但係全國停電都好啊，我喺咁凍嘅天氣，佢唔會投降㗎。我講好耐啦，我烏克蘭係唔會投降，我同你死過㗎嘛。但你咁遲，你先至俾喂打到殘曬啦，打到哇死咁多人啊，死咁多平民啦。喂，你而家先整個外國者反導彈系統俾佢，咁係咩意思咧？咁我亦都係講嗰句啦，之前講嗰個分析咧，就係美國佬好精嘅，拜登都好奸㗎啦。喂，一路磨你咯。烏克蘭死幾多人唔係問題，係咪啊？喂，總要你俄羅斯，你用曬你嗰啲嘅即係武器，係咪啊？冇再冇常規武器啦。哦，你剩低 option 用核彈，好啊！佢到期時你一用核彈咧，你就冚家產噶啦嚇。所以而家美國佬好 Q 奸噶，佢真係想你用核彈嘅。你用核彈，佢就有機會連你核彈嗰啲咁嘅嘢。而到而家我睇清楚美國嗰個真正嘅態度啦，佢揾烏克蘭磨你，磨到你死為止。跟住你普京走投無路，你用核彈，佢又一次過同你收皮。咁呢個咧，點解我到尾去提咧？呢個就係中國，即係應該引以為鑑嘅嚇。而家美國咧對你個態度咧好清楚，你唔好因為呢個拜登同你揸爬之後咧，你真係放鬆。其實美國佬都係想喐你噶啦嚇，美國佬都係真係想真係想搞顏色革命嘅嚇。咁但係個搞法就唔係好似而家呢啲即係藍絲咁講，佢喺外圍搞你咯。你逐個盟友嚇、啊，跟住一係就即係收皮，好似俄羅斯咁樣；一係就你同佢之間搞到你同佢之間出現矛盾，係咪啊？喂，佢咪放個阿拉伯佬俾你即係 friend 下咯。哦，你一搞一同阿拉伯 friend， 你就得罪咗伊朗。咁你咪即係將自己嘅長城，自己將自己嘅長城將佢即係破壞咯。咁所以呢下嘢咧，即係我琴日講咧就其他一仗。今日我先分析得到，原來成件事咧都係美國佬即係搞鬼嘅，係咪啊？嚇，佢亦都唔怕你死人多，係咪啊？只要就係，嗰啲唔係美國佬咪得咯，係咪？咁美國士兵咪得咯。
咁咧，所以咧，我呢番咧就係金石良言啦。我希望咧，有監聽嘅咧，就麻煩佢將咧，即係呢一番説話咧，唔好用呢個就咁俾個錄音啦，將佢咧就即係將佢寫成文字稿嚇，呈獻俾呢個即係中國國家主席辦公室啊。咁我覺得咧，即係我盡咗呢個愛國嘅一個一分力量啦，一分嘅責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中阿老師啊，係請講。最尾咧，俾我補充一件事啊，非常緊要啊。咁原來阿拉伯話咧，咪係講嘅呢個索比啊，原來索比咧係指呢個貴賓啊，同埋德高望重咁解啊。所以最尾咧，我冇得駁你喎呢下嘢，我唔識呢個阿拉伯話。我識啊嘛，我專家嚟噶。所以最尾咧啊，我要同大家講啦。好啦，咁我最愛嘅蕭山咧啊，索比啊，咁啊，聽日見啦，大家好唔好啊？聽日見，拜拜，拜拜。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为我煮了一味嘅，系咪叫台长的呢个牛扒呢，台长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绍下呢、这个即系菜式有咩特别之处啊。第一样嘢，单手可以食嘅，单手都可以食呢个咁滑嘅牛柳，嗯，西洋牛扒。咁咧，有即系边有得嚟虎虾啦。仲有啲味蛋咧，系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朗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